在面对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大家都可以优雅一点，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抗战。We first came out to Taiwan in 2019 to do face-to-face workshops. Our approach is very much improvisation-based, and we do that because we can focus more on bringing elderlies into the present moment. We have tried to use music to enable people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hen they have lost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n other ways, and also bring joy back into people's lives.最早2019年的时候，我们主要招收的学员是音乐背景为主，那是可能对照护有兴趣。那后来疫情就爆发，那21年之后我们就有线上的一些课程。那执行长希望说可以让学员能够学到更多不同的东西，那我们就跟英国方讨论，在招收学员的部分，我们有更多不同领域的学生加入。每一次呢，看起来我是在服务别人，可是其实我自己也在学习，然后我也在服务自己，因为可以学到的东西不只是只有知识面的，更多的是在心里的踏实度，以及这个快乐是持续很久，而且它可能就是在你生命中一个很美好的记忆。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心灵的解放，因为我发现他在家里没有这样子过，突然间就起来了，翩翩起舞，来玩啊，也高兴啊。我觉得老师教的东西是属于西方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转化成适合我们台湾的长辈？这个对我们来讲，需要是一点做功课的。我们的东西可以所谓的本土化一点。我们有讨论过，因为想说来到这边比较南部的长辈，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再见歌，我们有调整一下，选择了期待再相会，长者们会比较熟悉。接触音乐辅疗这整件事，我觉得最大最大的重新认识是对于失智这件事。因为以前我觉得好像面临这件事的家庭好像是一个说悲剧好了，可是我现在发现其实失智没有那么可怕，其实失智的人他还是一个很完整很特别的人，所以我会很希望在台湾可以有更多人做这件事，然后有更多的机构愿意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陪伴他们的老人。